Rosa， 他唱什么？他唱的是山东快书武松打虎，有意思。 太过猖狂，这次我们一定要将他们赶尽杀绝。从大路坝穿过去，这边，嗨，走。
小子，你们要干啥？你们害怕，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，你们是哪个村的？我们是梁村的，小鬼子来屠村了，死了好些人呢。就没有人去疏散你们吗？有几个八路绕我们快点跑，我们先跑出来了，都出来了，在后村的时候听见了炸弹声、枪声，小鬼子真不是人呐！坏了，他们可能和鬼子遭遇了。你们快跑吧，鬼子追上来就麻烦了。哎。要不我去接应他们。好，那我去跟政委汇报一下。行，你自己要当心。慢点，你先别走。走。走。徐大叔。喂。快把叔被鬼子杀了！ 算是不屠村了，你说我们天天看着公园杀人，杀的还都是中国人，他不会故意变成厉鬼过来找咱们呀？别胡说，咱不是为了活命才走上这条路的吗？也回不了头了。哎呀，咱们走到哪儿算在哪儿吧。哎呀，你看看那俩老狐狸又在那儿嘀咕呢。这俩老狐狸啊，肯定没憋啥好屁，咱们可得防着点，说不定哪天他们就反过来咬咱们一口。他今天在王家村。 肯定顺手牵羊来的，我先让他们得一场，找机会我到皇军那儿给他们揍上几顿，都给他们收回来。爹，我这心里今天堵堵慌慌的，要不咱们就先忍着。哎呀，我是忍了，就是忍了，他们也不会放过咱们。你们进镇点啊，这一关咱们怎么着都得熬过去。天儿都黑了，还进山呢？这关要是遭到了八路的埋伏，这可咋办？闭嘴。 想找死！你们可算回来了。政委怎么样？放心吧，都很安全。我们遇到老乡，说你们碰到鬼子了，我不放心，过来接应你们。
这山里边这晚上怎么这么冷啊？哎呦，大掌柜，这事儿都怪我。你看我出来也没说给你带点酒。你能记着啥你？哎，我说，我怎么觉得这爷俩的眼神让我心里都这么没底呢？啥没底？就那条老狗，他不是我对手，差远了。不过你看宫田那架势，我觉得他这次他要是不抓着八路，他是不罢休。他以为他想抓就能抓得着啊？抓了这么长时间了，里里外外多少次，要抓早抓住，拿八路当什么了？不过你说这天不得把咱们兄弟冻死啊？哎呀，可不是啊。不过你看他那眼神跟疯狗似的，现在谁拦得住他？你告诉兄弟们，一会儿把罩子都给我放亮点，别干蠢事。对，一会儿你在后面压着点，跟兄弟们说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轻举妄动。明白。快去。等会儿。走。正美啊，热度又上去了。是。快喝口水吧。村子，我们去晚了，全村的百姓都被鬼子杀了。两村的时候，我们跟鬼子遭遇了，为了掩护大家转移，老杨的牺牲了。老乡们，
咱们啊，抓紧时间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。这鬼子就要来了，咱们得赶紧转移。你们年轻人腿脚利落，我们岁数大了，实在是走不动了，不连累你们了，别管我们了。嗨，我不管。哎，你们愿意跟他们走就走，嗨，反正我是不走了。再说了，人家鬼子抓的是你们八路，我们跟着你们啊，只能遭殃。再给我说一遍。 铁哥，你听我说，怎么下去不是办法。派小毒神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安全区，找到林政委，把这只钢笔交给他，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他。告诉林政委，两天之后，在老九山的山洞里面。 派人来接应我们，快！我这就去。哎，我说二子，你怎么不识好歹呀？那八路军，那是咱的救命恩人呐！要不是他们把咱们从村里带出来，那小鬼子见人杀人呐，咱还不早都遭难了？哎，我说王奶奶，你怎么替他们说话呢？ 要不是他们八路能引他来鬼子吗？我说二赖子，全村像你这么壮劳力，鬼子全都抓走了，到现在都不知死活呀。当初不是被王奶奶把你藏起来，你还现在啃窝头，别犯浑呐。反正我是走不动了。再说了，咱们都走出来多远了，连鬼子人影也看不见啊。现在这天又冷又黑的，鬼子才不傻呢，没准啊。 猫在哪一炕头睡大觉呢？我说这位大兄弟啊，现在真不是休息的时候。虽然眼前见不着鬼子，但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追上来。如果你真要待在这儿，这荒郊野地的，你不是冻死，也得饿死。鬼子来了。 报告政委，说句痛快话，你到底走是不走？你要是不走，你就一个人在这儿待着。待着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别吵了，有什么事儿啊，咱到了安全区再解决。政委，政委，快小心点！不好了，政委，小鬼子来了！不行了，不行。 通知大家，赶快撤离，不能说话，要安静的撤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老九山洞。小三哥哥，小三哥哥，この先の道に新しい宿跡があります。 高橋、小三、八路は民衆といる。機関銃で山に撃ち込め、民衆は混乱する。声が出たら声の方向を追え。はい。走，快，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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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赶紧了。小心啊，小心。小心。
小心！注意啊，慢点，慢点！快，跟上！跟上！走走走！钢锯，山に腕！はい。要注意安全，千万别恋战。放心吧，走，走，小心。王司，刘司。啊，来了！郭年少，太君，已经锁定了八路的位置。那里，你们两个带着队伍打头阵啊！别紧张，不让你们杀人，只需要抓老百姓就可以。高橋。小三，部隊を備え、警戒しろ。はい。全員行け。気をつけ。我大要看你们究竟能够跑到哪。那边是悬崖啊！没事，我有办法，快走！这边，给我追！陈军，等一等，这些八路对山里的地形是非常熟悉啊！现在这夜黑风高的，我们怎么贸然追击？别中了埋伏啊！到时候，得不偿失啊！我看还不如等着天亮再去追击，谅他们也跑不了多远。有道理。偵察兵，見てこい。はい。所有人原地休息，天亮再追。はい。
小鬼子了吧？我看一下，政委他们估计已经进山了，小鬼子就算发现上岛了，想要回头也来不及了。那咱们赶紧隐蔽吧。跟我来。走。走。投降します。はい。どんな状況だ？途中まで騙されたほどきついだ。そんな人数いないです。方向も近います。老虎屋に道がないはずです。 是不是发现他们上当了？完全有可能。小鬼子应该是休息了，这大晚上的，不适合大部队上有刑具。咱们得趁这个机会赶紧走。对，赶紧跟东北他们好好喝去。行，跟我走吧，我知道那边有条密道。大哥，你咋知道这条密道？我也知道。行了，走吧。吃饱的，你躲到什么时候啊？给你，君姐，这位现在怎么样了？没事儿了，还没事儿吗？浑身烧得滚烫。 人很虚弱，我真的担心他会再昏过去。你们那边怎么样？鬼子你开了吗？小鬼子好像知道那条路，没跟上。对了，这个地方不能多待了，要不了多久，小鬼子就会发现我们的脚印，很快就会跟上来。我们得尽快继续转移。好，坚持。 看来我们昨天晚上判断的是没有错的，他们果然用了障眼法，想要引开我们。荣嫂，昨晚提醒的很及时。
跟着草岛的方向，继续追击。。跟住了！咱们要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，要不然他们很快就追上。你有啥办法吗？现在说。你忘了俺是啥出身了？那我跟政委他们说一声，让他们先走。这次咱们走在后面，要不就完蛋了。这八路也太巧了。这对帝国军人来说不算什么。太君，八路军人诡计多端，说不定这前面还有埋伏。我看，要不咱们赶紧回去吧。可以是。哎，雷大麻子，你说的对。带你的人啊，到前面去看看。啊啊，去。啊，对，徐旅长，太君，我。果然有埋伏。啊，好了，现在没有了。去吧！啊啊！安全了，安全了，去啊！刘大麻子，赶紧走啊你！走！啊！走啊！说你呢！那么怕死啊！来来，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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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大日本帝国軍人たち。八路は狡猾だ。全軍注意。待ち伏せがいるはずだ。気をつけろ。はい。行け。对，爷来叔太厉害了，连线请代地雷的，小鬼子怎么着也得损失个几十个人，太痛快了。爷来叔。还有什么绝招没？咱们在这大山里跟鬼子好好玩玩，还多着呢。跟小鬼子再追啊，咱再用，俺这叫见招拆招，保证每次给小鬼子的都是新鲜玩意儿。小梅啊，这回好点没？他的伤口已经感染了，所以烧一直退不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安全区呢。一定得坚持住，咱们应该还有两天就能到锦城安全区了。但是我们人多走得慢，恐怕得多耽误两天时间。如果小渡神不出意外的话，明天就应该能到。他到了以后，锦城安全区旁边就会派人过来。
他们有纪律以来，咱们就安全了。嗯，这个，你，您的大哥，安全。哎，小小，啊，你们几个带一个小分队，去引开鬼子，吸引他们注意力。银子大哥，你的土办法多，多想想办法。我们子弹不多，要省着用。记住了，两天时间，一定要坚持两天时间。这么多百姓，我们不能把他们扔下。放心吧，政委，你一定能牵制住小鬼子。政委，打打试试的。咱们安全取见啊，严德叔，火药还有吗？有，咱们能带武器尽量多带武器。我们给你们留四个战士，剩下的人我们全带走。我们至少拖住鬼子三天，三天时间应该够了。光天少子，哎呀，这么下去不是个事儿啊！不是，咱这临城可是越来越远了。怎么，你想回去？我光天少子，我可没那个意思。我还想着，不管怎么着，今儿肯定把八路给削平。你看这现在太阳都快落山了，主要是我这帮下面的兄弟啊，准备不足，都没带粮食。这要到了晚上，明白吧？留着办吧。你别一样办事儿啊，太君，你看他那德行，就没诚心。刘三，这件事情你不用担心，我们的补给辎重就在后方，很快就会送上来。哎呦，你看我又多操心，我就知道，咱们跟着宫田少佐肯定有饭吃，对吧？同行します。八路が来ました。おい、はい。跟上。小鬼子上当了，正晚在这儿来呢。几个子弹，好的，天黑想办法偷袭。小心脚底下滑啊，慢点。省心的二赖子啊，你个欠倒花的，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呢？你想害死大家呀？我说王奶奶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你现在鬼子屠村都已经屠完了，
咱们还跟着八路跑什么呀？现在鬼子追的是八路，咱们回家不就完了吗？哎呦，行了，咱俩别急了啊。哎，二赖子哥，鬼子在后面紧追着咱们。你说这爷爷奶奶年纪大了，腿脚又不好使，咱要是现在掉头回家，那不正撞鬼子枪口上了吗？你放心，等小鬼子撤了，我们保证一定把每一位村民都安全送到家。反正我崴脚，我走不了了。栓子，哎，来，来了。这赖子哥脚受伤了，咱就背着他走。好，来，我背你，背就背。哎哎，走。他们分别两路了。朱月明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怎么可能走得了这么快？往回追！哎，不，再追，再追！啊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！这朱月明啊，都是让你打得半死的人了，追不追的他都活不了。我觉得现在的关键是童其刚跟孙大刀这俩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前面引诱我们的是他们俩？那肯定是啊，除了他们俩，还有谁有这么大能耐啊？不是太君，我的意思是，那前几次不都是他坏的您的事儿吗？对吧？同七哥，孙大刀，太君，只要消灭了同七刚和孙大刀，那就是大胜利啊！燕明儿，老乡们，咱们在这休息一下，大家都小点声啊，来。慢点，快去找点水。好。高将军，看来这些八路的游击能力真的不能小视。今天晚上让大部队早点休息，明天天一亮就出发。嗨。而且能力分布那么密集，咱们这点弹药千万不能和他们硬拼。那咱就一把火烧了小鬼子的帐篷。哎，这招不错。咱们把小鬼子的帐篷给烧了以后，今天晚上至少他们甭想睡觉，明天再拉着他们跑上两趟，他们即便不退兵也没有力气了。温度越来越高了，要不
停不下个周梅大一战，咱们的药早就没了，那怎么办呀？咱们没办法，现在只能靠他自己的意志力了。能不能坚持过今晚？我相信周文，他一定能挺过去的。周文，你要坚持住，一定要坚持住，一定要坚持住。这口气，你咽得下去？咽不下去能怎么着？啊，宫田在那儿呢，想什么呢？嗯，你有啥好主意？我没有啊。我要是有好主意，我能问您吗？您呢？我没主意。哎呀，那咱就冻着吧。是鬼子的狙击手吧？Hey。